好，因出演《疯狂的石头》而一举成名的刘焕大哥呢，可以说在圈中的口碑还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嗯，我还记得他那句话，道哥道哥什么的，是黄渤说他的，一看就是一副很憨厚的样子。没错没错，咱们知道这个他绝对是一个靠谱的主，但是呢，听说前段时间有什么刘化夜夜笙歌什么泡夜店的消息传出了，难道这长相真的这么靠不住吗？来看一下。看着这莺歌燕舞的一段，你一定好奇这在干嘛呢？仔细看，这男主角不是演员刘化吗？这刘化大哥会在夜店里搂妹子，难道又是好男人的脸坏男人的心？再看刘化身边的妹子，眼尖的观众一眼就认出这位身材高挑的美女正是在电影《泰囧》中的电梯美女 Rose。 你说他是男的？绝对的。你敢打赌吗？我什么不敢的？你敢问吗？你敢吗？我敢呢，你敢吗？我敢。你问呢？电梯里呢？电梯里有俩二。在电影中 ，Rose 的戏份虽然很少，但是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而这段时长一分多的电梯戏，竟然成为了该片的一个经典桥段。难不成妩媚动人的 Rose 迷倒了刘化大哥？其实咱们都误会二位了，人家这是在拍戏呢。别跟着我，你知道我有多爱你。听着这台词，看来两人在戏里的关系可是不一般的。而与 Rose 合作的刘化更是对这位演员赞不绝口。非常好的演员，就是说太巧了，徐成选的选对了。娱乐新天地，妖艳 Rose 拍新戏报道。